有人把奇异果喂给蜗牛吃，蜗牛呢也会，就会很健康。蜗牛呢就会生病，然后生病好了以后，蜗牛就会死掉。但是奇异果不是很健康吗？但是蜗牛不仅吃，蜗牛是虫虫的那种。它吃叶子是不是？对。它不会吃。老师，那我答对了吗？没有。乌龟蜗牛不会吃人，蜗牛只吃叶子。哦。讲完了吗？还没。下课了吗？还没。还要玩游戏耶。哦。还要看我跳舞。哦。没有啦。然后呢？如果，猜猜猜。